要的送走送走了。你最好不要跟他在一起了，真的。你看看呀，跟人来不及了，老板。来不及了，对。你范围就够了吧？我范围就好了，对。那我把它吃掉。范围。剪掉就好了。勇哥来，说的。对，所以很多人会跑那边讲。老板。两只。两只。一起算。还有那个，你说这边那个费用？停车一百啊。哎。两台就两百啊。还有这个。那都一个给他收个五万啊，没关系啊。五万，我那车都没有五万。啊，六万，六万，谢谢大哥。啊、他来我也从来没有说过、啊。真的、喔，你要收啦，东马消息。来，来，我们下去啊、喔。味道，这个叫做金仔啊，马坤啊，这只叫马坤而已。这边是湘鱼的故乡啊，不要跟他讲。一般我们在钓啊，我们钓下去，大概就从旁边这边开始钓，慢慢的钓过去这样。这边比较好，因为现在刚开始湘鱼早上的时候，它会上赖，都会在这个赖头。下面这个潭区，鱼一定上第一个赖，赖头这边湘鱼会很多。了解，了解，好吧，那你先钓这边。哦，好闪亮！当然啦、啊，就帅，好不好？人帅，杆子也帅，帅。你都不会脸红的哈？当然不会脸红、啊。来哇，十倍下路踢。那个上面叫什么？天上戏哦、喔。对，叫天上戏。可以借我拿来看吗？啊，来。这拿有点累。哇，好长哦、喔。钓箱鱼可以这样拿吗？不行，大部分都两只手了。啊、一般都是两只，钓池塘都这样不是吗？你如果要拿横的时候，他们都赖掉，都是两只手上拿的，比较不会拿一只手拿，毕、竟还是重。你觉得观众要听你讲那么多废话吗？对，你可以赶快中鱼吗？如果有访问看过影片的人，他们就觉得说废话太多了，我只想看博鱼的画面。这次没有去彭家有点可惜啊，因为这次博鱼画面你很刺激啊，非常可惜啊。对啊，我说凯布拉都买好了，准备要做大事了，又巨大的白杆，可惜了。啊这就是什么呢？小恩，我会拿你的钓子来钓啊！当然不行啊！不然我弄到好，可能拿过都拿去。不会，慢慢用啊，不用管。哎，今天我们来溪边比较有文化气息一点哦，你们的水平慢慢提高一点，不要讲生殖器官，不要问候妈妈，妈妈在家忙，好吗？是的。小恩，你今年有结婚吗？今年还没结婚呢。小恩，啊，怎样？听说你最近跟桃园的炮友失联了。对啊，那天不小心整理赖啊，把它删掉了。看到我这段影片，麻烦跟我联络。我的滴滴滴滴滴，麻烦跟我联络。嗯，啊，不是跟你联络，跟我联络，不是跟你联络，跟我你。好。好了，我来认真钓了。你现在告诉我们，现在你现在鱼没牵下去，是不是就会中鱼了？大概应该马上，应该不用很久，因为现在鱼上来了，应该一下就中。因为平林基本上它水温早上温度就开始回升，其实就会中。放屁！刚才在泰国家是死在那里，他昨天晚上出门没有穿外套，看就人死在溪边。应该是，早晚温差还是大，现在四月。在这里要呼吁大家，不要在溪里面放一些有的没的，对。好吧，放生等于放死。不过在海边放一些 OK 那个我倒不反对了。对啊，我也喜欢。肮州也可以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龙虎斑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我也喜欢。对。好了，我先掉了。开工。今天我们是来录干话的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木印的深度一定要把它调好、你才知道说这边的你放多少。并不想听讲解，麻烦你赶快勾鱼好不好？我们想要看到鱼。问题。只有一只而已哦、你要小心哦。哦，香鱼耶。我们在抓的时候就是嘎眼睛，没有它会很害怕。对，它如果在跑的时候就不要再抓它，一抓它它会紧张，紧张它就容易死掉。好，那就可以了。好。放出去啊，那就会出去了。
哎、欸，中了，很小只的，快中了，对，小只的，小香鱼，那么神奇，对，等一下继续还要越钓越大只，所以我们要小心点的使用。好，出去吧。欸，你也知道刚刚那些鱼的种啊？拜托，我只是家境清寒，没有钱买香鱼干而已，不然轮到你们表演了、啊。这种身材拿九米的香鱼竿是可以看，是不是？但是要我这种180拿香鱼竿，也对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扎马步还要扎得很稳，钓香鱼不是随便也可以钓的。没错。香鱼它很喜欢你这样自己慢慢自己上钩，它就会来抓。你如果去牵它，它反而比较容易钓，这是有必要的，这个方法。因为你现在是不是？我现在放线的时候，是不是线会往后拉？对，香鱼其实正常，它要这样就它就要开始上钩，因为它鱼是往相反的方向在跑，你拉一拉它，它就往反方向跑。一般在泳钓，我们都是看目鱼，目鱼啊，只要有稍微抖动，大部分都中，要不然就是比较阿大力，就是直接撞，就是捅就跑掉。你直接把它甩到。把它提起来甩过去。对，可是啊，我问你，现在鱼已经没力了，你这样甩，它会忙不打。你要我们鱼很有力的时候，你甩没关系。对，像现在这时候不能甩它，你甩它下去它就没力了。你别想我走那么远的路再去帮你买鱼没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请问你一直在那原地有用吗？对，没有，我让它休息一下。如果它这样子不行的话，像你这样子走这种，你再看一下，让它离开的方向。香鱼它会有一个习惯习性，它会找附近有香鱼的地方，在那边，就是群聚的，对，这边群聚比较。所以啊，你看你香鱼都在那边附近跑，有可能就是那边有香鱼。抬的时候放的时候要慢慢放，不能放太快，放太快啊，它一下去是不是那钩子就往上打到它，就变成 AB 就变成跟整个香鱼就勾起来，像跟虾子一样。香鱼最主要就是鱼要有力啊，没有力啊，你再好技术没有。技术当然也有重要成分，可是基本上哦，来，有机会，看它底下有，有机会中，有机会中。你再看香鱼啊，哦，它开始底下有啊，在乱跑，那就是鱼在追它。我们其实没有要听你讲那么多，你赶快中鱼好不好？像它如果慢慢游过去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走，杆子角度很重要，千万不能太死角。你像鱼，我都跑那边去，角度就不对。真的来中鱼了。第一只而已，不会吧？嗨，吴峰哥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彭家屿，我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把脚抬起来就知道了，谁的脚白白？新鲜的鱼没，它会冲到里面去啊！连八，哥好厉害哦，哥！我们钓香鱼钓了50多年的经验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拜托，你把我放出去！这么简单吗？这东西千变万化。
只杆杆子这样扶着，这样握着。对对对，没错，这样才能做出很细的小动作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看一下，终于了吧？终于这就是什么叫人生啊，人生啊，人生，没关系，只好派地狗逃下去了。屁，地狗逃，地狗逃，回答啊，回答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放心，再见喽。跑快，跑快。看一下庐山真面目。不了，我们就看破，我们就那个了。等一下要上去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待会看老板烤顶级的香鱼了。我们要不要趁香鱼现在还新鲜，我们赶紧去烤，好吧？不会啊，他还没死掉。好了，我认真了。我第一次来看你钓香鱼就这么哈笑。这么哈笑，对啊。在怎么华丽的包装之下，还是会有一样的结果。俗话说得好，人生貂皮乌拉草。要讲加讲的话，免大家这样去讲。人人都可以钓香鱼，人人都是阿友之神。我认真了，好了没有？等你好了，我要开单了，你快点。有时候啊，我不想认真钓，认真钓哈，这样太强。好了，慢走不送。嘴角的泡泡擦一下。对呢。你这么摇呢？嗯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带小的？他今天都钓小的。再看一下这边。当然了、啊，这东西有那么简单吗、啊？哦，中，好水哦，厉害。下一个嘛，嗨，干嘛这样？那许先知道一下什么是香鱼好不好？时间早就知道好了，他好几年前就被骗来过了。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今天钓的也没有很好啊，就花花打。对啊，可能水温太高了。阿嘉，阿嘉，这样像话吗？就一般般而已啊。那个你们然、啊、后、哦、看到小江鱼啊哈、哦，要把它放掉，知道吗？哦，棒棒哦，好大的，好吧，小小的啊哈、哦，可以放人家走，这种大的你们也不会钓，还是我来钓就好。再见，拜拜。可是你十年前你有放过那十几岁的吗？对啊，真的。好，走走，我们要去烤香鱼，快点。好，走吧。来，放海边。